系，我系温哥华嘅 Doctor George。好，呢部电影咧系第九部电影介绍龙层花教授整只治疗理论，结合在下各种衍生自太极嘅治疗同埋他疗嘅方法嘅电影。有关网上同埋喺温哥华嘅治疗嘅学习班，请留意我嘅电影或者嚟电邮联系啦。请细读免责条款，请细读免责条款。首先我要交代上一部电影讲过的，为什么寒背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呢？根据龙层花教授数十年的研究和临床经验，他发现当胸椎第五至第八，大约是肩胛骨中间的地方的胸椎的植物神经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受损的话，病人会比较容易出现有胃溃疡或者是异型的糖尿病。在美国的学术性杂志 Research 里面有一篇文章，它里面的发现是跟龙教授的发现是十分相似的。他说慢性腹痛继发于胸椎间盘突出，想知道详细情形呢，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连结在下面的说明栏里面。寒了背的胸椎呢，就比较容易有椎后关节的错位或者是椎间盘突出来。脊椎痛之中呢，以胸背痛呢是最难根治的，因为最难找到病源。胸背痛的成因包括姿势不良、劳损或者外伤。图里面的韦西人是被公认为史上最好的冰上曲棍球员，是加拿大人来的。他只不过是38岁就要退休了，因为个胸背痛的关系。各位试想一下，一位这么有价值的球员，他找什么医生都可以给得起钱来医他的病，但是医不得好的时候，你就知道胸背痛是多难根治。寒了背的胸椎就比较容易有椎后关节的错位或者是椎间盘突出来。寒背、姿势不良、外伤又可以引起内脏的病的话，我想很多人听都没听过。在龙教授的脊柱病因治疗学里面的书里面呢，有几个案例，各位拿来看看就知道了。我30年的临床经验里面呢，都见过很多这些这样的胸背痛的个案，我就只能够将它的最后关节正位，但是都不能够根治，多数都是羊汤止沸的。直至到最近呢，因为我打你一单交通意外引起的胸背痛呢，就发现一组手法呢是可以很有效地医好胸背痛。咁呢，我就好希望在个研讨里面呢就是讲解一下，同埋呢我好希望呢就做一个研究呢，就是做一大班是咁样嘅人呢，就是证明同埋改良我呢一套手法。参加研讨会嘅详情呢喺电影嘅后半部。至于点解创咁样练含胸拔背呢会引起寒背嘅内脏溃疡呢，我喺呢度交代一下。电影里面引用嘅例子呢，都系已经去咗世嘅太极拳老师。其他比较近代嘅呢，我就要留返喺研讨里面，然后先至详细讨论啦。据说呢系武宇商呢系创立含胸拔背呢两个条件嘅。因为个概念系好含糊呢，咁所以好多不同嘅解释，我哋试下用呢个 Wikipedia 嘅解释呢做例啦。佢话含胸呢就系心以上为胸，胸不可挺要往下松，两肩呢要向前合位置含胸，拔背呢就系两肩中间嘅脊骨处呢似有鼓起之意，两肩要灵活，头不可低。如果你接受了解释的时候呢，就跟发际劲呢就十分之相似了。电影上面两个图呢就是取材自黄培生老师的书的。咁黄培生老师教人怎样发际劲的电影，我将个连结呢就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里面，你拿来看。
而楊情婦在他太極體用傳說裡面講含胸呢，就是講一種反應來的，不是常態來的。他說如果有敵人擊我胸部呢，我即含胸，這個是化勁來的。可見含胸拔背是化勁和發勁的時候用得最多。至於用含胸拔背的化勁和發勁出名的呢，我舉套裡面的鐘大鎮師傅，他在80年代至90年代在溫哥華很有名的。他最有名是兩樣東西，第一呢就是發擠擊將對手捉到，第二呢就是他被一大串人推呢，他都推他不動的。這兩種宣傳太極拳的方法呢，在上一代是很流行的，美國的西人呢學到的也都見過，但是呢你如果走去這個連結圖裡面這個連結你看看他的解釋呢，你就知道呢就是這種這樣的練法呢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呢對武術和健康呢都個好處都沒什麼東西的。試想一下既然外國人都認識的了，那在美國打美式足球，你如果懂得千斤嘴被人擁都擁不動的話呢，你的價值就會很高很高，你說要多少錢教他們都會給你的。至於鐘大鎮師傅用擠勁將人捉到的話，是我親眼所見的。咁係有一招呢，喺公園裏面呢有另外一位太極拳老師教緊拳，咁呢就鐘大鎮師傅呢就行過，咁呢佢呢就上前好似好恭敬咁呢就邀請人哋我搵打打掃，咁呢就對方不以為意嘅時候呢就同佢試下招啦，點知呢佢就用一個冷勁就將對方捉在地下，在人哋個學生面前咧，就將人哋羞辱咗一番。但係咧，佢咧又好假情假意咧，咁啊話對不起，對不起咁樣。我有一位朋友咧，佢花咗成100萬港幣咧去學太極拳咧，就學到擠勁。咁佢就話俾我聽咧，就如果你要將人發到飛起咧，就一定要對方同你夾埋先得嘅。一唔係咧，就係用冷勁，即係等人哋提防嗰時咧，將人哋擠去擠出去咁樣。這兩種練法呢對我來講我已經是過了時了如果被外國人識穿了的時候呢，我們就很醜了。所以呢我很希望將太極拳的用法和練法呢都現代化，譬如上一部電影呢我就提倡用太極拳的預備勢和它的動功呢去改正姿勢，等到人家呢就是很容易呢就有個很良好的姿勢。以下呢是研討會的簡介，下一次的研讨会是2月20号在 Richmond。 在研讨会里面我会报道我3月在 Tai Chi Magazine 出版的一篇英文文章，是有关从太极拳经中分析出学太极不一定要练化劲也可以发劲，不一定要练推手也可以懂劲。这篇文章会在2016年3月的 Tai Chi Magazine 发表，是英文来的，会里面要教一些手法。至于你用太极劲来帮人医底下关节，这个方法也是很好。至于我医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一定要用 Cox Table 加太极劲。想学我的手法的学生呢，可以用很弹性的方法呢租或者是买这两张 Cox Table。詳細的方法呢你可以用電郵幫我聯絡，教授的地點在溫哥華的 Richmond。 以下呢又有關研討會的內容和介紹。楊情婦的死因呢跟他黐肥引起血管瘤的關係很大，鄭天良的鐵道功雖然很有效地表現他太極能力，但是兩位太極大師呢都不知道因為這樣是会练大个肚腩的，所以呢他们就会这样出了问题。图里面的文章呢是我第一个人发现和提出练太极拳为什么会大肚腩的原因。跟着这篇文章也是我首创用人体构造解释为什么练太极会有气贴背顶头圆的现象。跟着这篇文章也是我首创用控制血糖于最佳水平减大肚腩和减肥。跟住呢兩篇文章咧，亦都係我首創，係教你用龍教授嘅搖證手法咧，去自己幫自己醫底下關節綜合症，同埋網球肘。參加我研討會嘅咧，一定要買呢五篇文章。購買嘅方法咧係用 PayPal 付款俾我。有咩問題嗰時候參加嘅費用咧係
自由捐献，请你用电邮报名啦。佢今次嚟唔到嘅时候咧，以后嘅礼拜六咧，好多时都会再有噶。研讨会嘅目的咧系教授我总结龙教授同埋我几十年以来中西结合嘅手法同埋理论，请各位鼎力支持啦。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Dr. George， 多谢收睇。如果你喜欢呢部电影嘅话咧，请你点击喜欢同埋分享。分享嘅时候咧，譬如其他嘅朋友喺面书啊，同埋其他媒体咧，都会分享到呢部电影。如果你希望我多啲做呢啲同类嘅电影嘅话咧，请你订阅，点击订阅我嘅频道啦。越多人订阅嘅时候咧，我就知道越多人喜欢睇我嘅电影啦。订阅系完全免费嘅。Thank you for watching again.